新出发由澳门本地游项目早前正式推出，本地游路线从6月22日至9月30日期间出发，分为社区游及休闲游。本次项目的推出可以从哪些方面带动本澳旅游业活动的复苏？社区游又可不可以善用或者结合社区资源，盘活旅游路线所在社区？澳门立法会议员梁宣旭作客澳门有线互动新闻台议员讲坛，讨论本地游如何助力复苏本澳旅游业的相关话题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敬请留意7月3日晚上7:30，澳门有线互动新闻台议员讲坛。